你来上课，好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因为我是第一期的啦，所以我叫大家是同学啦。咱今日听到秘书长安尼精彩的甲咱演讲，大家有欢喜啊无啊？咱甲秘书长加油一下，甲鼓掌一下。我要甲咱这三天来所上的课，稍微甲整理一下，要甲真相、事实，甲大家讲。我伫遮咧讲的，拢是事实，也是真相，毋是讲。用凊彩讲讲的，讲啊，人讲啊，这个教授嘴角全破，讲的拢无影无一只。我唔是安尼，我一定爱有证据，予大家看，这叫做真相。真济代志，大家拢要讨真相。啊！真相有无？无啦，那要让恁死老百姓，你这个死老百姓什么真相？所以人民足愤慨的，所以咱民政府。以后要做的，一定什么拢讲真相，啊，要让大家知啊，大家要有这个认识。咱现在是依照国际法，拢是啊《战争法》、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大家要注意啊。你去参加各种的团体，你甲看有这支旗啊无？唔是干那这支旗啊尔呢？搁甲看，爱有这支旗啊无？那有这两支旗的单位啊，你才去参加。啊无，你都爱注意啊。是安怎？咱是根据国际法。《战争法》、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是安怎？我要提真相，予大家知影。咱啊，整理起来的一挂 PowerPoint 吼，这就是咧讲真相啦。感谢大家来参加，尤其是少年的，爱拜托恁。回去，把同班同学拢叫叫来，这是恁的希望。恁以后必须定有交代，来这受训，初级班、高级班，领到这张证书，你就是革命先行者。啊，像阮老伙仔，阮无外久，阮就再进去啊。恁的机会足大足大，绝对是那依照，因为我我属上课的教授，我因为伫大学咧教啊，大学部甲研究所的教授，投资报酬率啊上大啦，少年的你鼓吹恁遮的。同班同学，你的亲友，
来上课，100%投资报酬率，哪里有法多好去吹？因为你们都是革命先行者，安尼有欢喜啊无啊？真正要讲，阮迄阵啊，哪少年呢？有啊，在读册，我那直直通呢，利用时间，我做兵的时间派一带啊，派板桥警备总部啦，板桥警管区啦。要管啥后备部队？干那我一个义官啦，啊，我搁走去政大过去读册呢。我坐做啥？坐伫板桥坐火车，啊，甲政大行政中心啊，遐过去读呢。所以讲，我的经历，台大三商学院。我也去读过，吼、哦，伊迄我拢读专业课程的啦。啊，迄阵啊，台北华商学院，我也去读过。所以，迄阵啊，较爱读册啦。我迄阵啊，干那个咧想讲，咱做兵的时啊，做兵的时啊，来金门，我带我册。来遐两年，一关出来头一年，我出来，啊要创啥？考高考啊！迄阵啊目标放在高考，高考有法度遐简单，互你考。啊，我无去考高考啦，我感谢我的同学，迄阵啊甲我报讲，啊，咱来考，啊。专门职业考试，所以咱去考专门职业考试，就感谢我迄个陈光雄同学。好，大家若要了解我的经过啊，足简单啦、啊，上网 ，Google、Yahoo， 拍讲张文燕，搁加两字都，我的相会照出来了。张文燕教授啦，安尼大家去查。现在若有带笔电的，赶快上网。我讲的话拢100%正确，啊，唔是甲恁伫遮咧，啊，讲甲嘴角全破。所以感谢大家参加，咱的希望啊，足大咧。尤其少年的吼，回去，你若要算投资报酬率啊，这100%啦。好、哦、啊，家己有囝，家己有亲友，拢招招咧来办身份证，啊，甲来受训。因为这是安怎要让大家啊了解。因为你若无去招，咱拢封锁啦，无可能予大家知影啦。有诶，我着坐计程车去甲问者，伊讲哦，有遐好诶，咱毋知影啊。恁来歪去电视去广告，我讲报纸刊干咧，恁敢拢毋知？伊讲啊，着无咧看报纸啦。拜托大家，较高位咧，好啊唔好啊？哦，感谢啦，吼、哦，足感谢。好，咱过来看嘞，时间足宝贵嘞。我希望我准备的 PowerPoint， 大家拢会了解，啊，会清楚。安奈出一张安尼。好啦，我也唔知工作人员要拜托嘞，唔知有我所准备的吼、哦，我应该我。准备有准备这张啦吼，暗在都无起来。
哦，即马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因为我咧讲，爱有证据，唔是干那我讲尔。阿咧唔只自信，对唔对啊？即讲啥？是安怎会安呢？我要说明一个，有个人唔知啊。咱秘书长去告美国了后，美国讲恐怖集团啊是具备的条件，第一不是国家，中华民国是不是国家？美国人讲啊，中华民国是不是国家？不是。符合美国国务院啊，恐怖集团。第二个，有武器，我们中华民国的武器的国徽都在那边，飞机、船舰都有中华民国的那个桥梁白黑的徽。第二个。第三个，当地征兵，当地征兵，我们跟他告了以后，现在说啊不当地征兵了，现在改为什么募兵了？募不到人呐，啊那募不到人，啊从草图啊必须地方供掉，阿德你是。本土的老百姓的子弟，你得乖乖，我来给你侮辱，让你的知影伤济，给你侮辱死。啊，有当头啊无？实在足冤枉，咱足优秀的青年人，回去啊！爱去甲大家同学讲，叫伊来受训，这才是正道啦。阿拜为咱家的未来的子孙来奋斗，未来的咱台湾的啊，家己要来管理家己，创个好，所以。公平正义一定爱做个到啦，这拢爱少年人较侪来参与咧，啊，这予大家看，安尼就足清楚啊。吼，军队啊，空洞化啊，噪音因为因的一下恐怖组织嘛，吼，甲槟榔藤赶快嘛，迄阵讲有这几个条件，啊，都啊中华民国都要对准。好，这予大家一个了解嘞。啊，这就是安尼啊，我咧讲讲起啊。哦，在国防组织里面啊，撤销陆海空三军啦。啊，这也毋是我咧讲的，这拢是报道的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啊，这大家看了，秘书长啊介绍啊，这就是啥？证实啊，这个《苹果日报》的报道嘛，这支什么？这支什么？这支什么？原早这支是袂使挂，啊，伊搁甲撸起来嘛，无法度嘛。啊，因即卖美国控制啊，啊，前天美国咧控制，啊，这就是安尼啊，吼、哦，这拢唔是我讲吼，我拢有证据予大家看吼。若有兴趣的，尤其少年人。随身得扩登去，甲恁同学去讨论。啊，那少年人要聚会，要邀请我去参加，我破病也去啦。那有三五个啊，几十个，从咧同学会啦，啊是系的系务会啦，所的所务会啦。我拢愿意去，
希望现在的少年人、脑听网站的年轻人，我的妹啊，随时跟我联络。好、哦，我的妹啊，我伫 PowerPoint 内底我有，可能伫以前的报纸内底啊，我有后电话后 email 啊，随时跟我联络，系拢正确的。啊，这大家较唔知啦。这就是啥？新的乐山安邦雷达站。这是啥？台湾付费，美军自己建造，家己起哦。内底咱的营，咱的本土人士要去甲参加，讲袂使哩。伊都无爱啦，甲咱这个啥内湖金湖路啊，同款，吼、哦，拢是美军家己来去，哦，啊，这都是啥？这个所在拢是啥？整个控制东南、东北亚甲东南啊到南海这个状况的一些军事情况。很清楚，好像蒙古发生什么事件，这个也很清楚，他们就可以侦测得到。所以这样属性，到底新的个去问看卖的啊，乐山哦，海拔2200多公尺的地方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我一届啊，迄阵啊，他年外前嘛，他两年前迄个时阵吧，足奇怪，台中机场就开放国际化，给飞机可以飞到国外去了。为什么香港的一部飞机超过12点了，就把它延机民航机哈？延机前返香港回去，那哪里想无啊？民航局的管制为什么这么严密？超过12点的民航局，台中清啊啊，这里有座清泉岗的飞机全部不能降下，是什么原因？我真正。唔知啊啦，上课以后才会足清楚。迄、那个清泉岗基地啦，是美军对啊东南亚的一个站，拢是差不多3点左右，美军的军机会拢伫遐咧进出。暗时我爱和你礼拜啦，12点1分过，拜托你，你延机前返回去，可能还是要试探。我的感觉，民航机嘛，有当时啊要试探，拢爱用民航机。大家唔知有了解无？有诶，民航机开伫头前，后边则开侦测机啊。啊！民航机他不给你降下，我迄阵也感觉足奇怪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啊，这就是这嘛，这嘛。好，啊，这那是，这那讲过啊。好，这也不是我讲的啦。现在要放一个影片，搁予大家知影一下。好，啊，咱。即马来放三立甲咱访问的情形，来看这个啊影片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，厚厚一叠。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，那
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，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，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又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红道营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因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咱即马要甲大家讲，咱是抗议三例，伊不实的报道，因为伊甲咱讲，咱是自制身份证，感谢伊啦，伊来甲咱访问啦，啊，感谢伊，我报一摆尔啦，无要阁甲咱报啊啦，我是甲抗议讲不实的报道啦，是安怎？咱这张身份证去到美国都实在有效，伊甲咱讲，这咱是家己制造。有啦，现在伫市面上啊，有诶朋友啊，讲恁爱台湾身份证啊，500块尔，300块尔，咱爱1000块，你毋好去用骗去啊！我直接讲。这张是去美国有效的，我原要给我们的美国访问团啊来这啊，给大家啊，咱有录这个啊影片啊，给大家看这个，来自圆其说。啊，搁请这个叫做啥牧师啦，和咱啊，迄个叫做雅虎啊，咱的啊。圣公啊，咱高沙啊自的主席啊来现身说法，啊来放这个影片，和大家知影这个。议长、秘书长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。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，亚夫亚夫过来过来，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7个人就进去。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
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祖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腰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义灰熊肝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，二变成五，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。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，多谢各位。啊，好，安仔，好啊，就放到这个地方哈。啊，来，这一张有没有效？我到印度，达赖喇嘛也拿去看了，他也知道说我们在发身份证，我就掏给他看。那这张也留在日本参议院啊，众议院的议员的办公室也有 copy， 绝对是千真啊的正确台湾啊身份证。所以在座的啊乡亲啊同心同学，一定要好好的回去告诉你的亲友。我自己的亲友都来办了，我的嫂嫂打电话给我说，我的身份证跟你三姐同时办的，怎么还没出来？因为他在高雄州，所以这几天我还去问了。他说啊，出啊，有办了，有办了，还没有寄到了。这样的话是啊，我们自己制造吗？台湾民政府没有这种能力，这个是美国制造，一定是100%正确的，在美国可以通用。这个就是 ID 啊，就是台湾啊人民的身份证，也是一个合法的证件啊。很多同心超过12点了，零检了，拿这个身份证给他，没有问题。到台湾银行汇钱，说要身份证，我说我没有其他的证件，我只有这一张，也没有问题。到邮局汇钱也没有问题，在高铁买车票，我也用这一张，没有问题。当然有的人说有没有其他的，有没有其他，我只有这一张，其他的是流亡政府的，世界上不承认这一张拿出去可以到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得懂啊。它是中英啊对照，绝对看得懂，尤其美国海关一进去，你的资料都显示在出来，所以拜托大家出一点力量，再去介绍几个人来领。流亡政府老早就空洞化了，现在只是延续他们的生命来骗本土台湾人。啊，来参加选举啦！啊，大家来选啦！啊，不要给啊民进党的啊做这个旁内照，啊国民党的旁内照，所以有的也有这样啊，所以我要跟大家
好，再来看一些资料 ，PowerPoint 给大家啊清楚一下啊，这个是刚才的，用思考的就好了啦，不要我再讲了啦。那个秘书长都讲了很多了、哦、你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们第一期的啊日本精英班啊开课的时候，我也是用思考的方式，这个 PowerPoint 丢给他去思考这个问题，答对的有奖啊，给日本人啊答对的有奖、哦、去思考、哦啊啊，这个就很清楚了，我不要讲了嘛，大家看 PowerPoint， 哦，啊，这个也是，我也受到后勤部队，当时候还有后勤部队啊，啊后啊司令部啊邀请去审查一个案件，我问他们那个军官。哎，为什么你的船型帽了那个徽国徽不见了？他说啊，现在呀、啊、换阶级的了。他一个梅花就是换梅花，他是一条杠的就换一条杠的，啊，因为我去后勤部队就是审查委员，啊，我去跟他们审查，我去问他们，他们告诉我这样，才晓得啊，啊，那个船型帽那个灰都不见了，啊，这个还有，啊，撤销了，这个单位都撤销了，啊，宪兵司令部也撤销了，啊，这个大家，金门也要撤军了，所以大量。啊，台湾的经费啊，有时候在大量在建设马祖跟什么金门，为什么？大家思考就知道了，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，以后他们要去那个地方安身立命嘛。这个我也不想讲了，这个就是大家也了解。几次啊，希拉蕊都这样讲，钓鱼台的主权啊，现在的管辖权是日本政府的，他主权不讲了。为什么他不讲？因为还没有到时候了，因为台湾人都搞不清楚。后来讲出来，大家哦会反感，因为认为钓鱼台认为是啊台湾的，啊台湾的就是日本天皇的嘛，啊所以钓鱼台也是谁的？日本天皇的嘛。他不讲，他说只是日本政府有管辖权呐，啊其他主权他模糊。到台湾到现在也模糊，现在美军占领管辖权交给流亡政府在管了、啊、他告诉我们台湾现在有两个政府，一个是台湾民政府，一个是台湾啊中华民国，世界不承认的啊中华民国，但是常常都说啊，台湾跟台湾挂在一起，啊，这个是错误的，也要给大家知道。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，啊，这个国旗啊，这个旗帜跟这个旗帜，大家都要看清楚哈、哦，大家都要看，不是这两个旗帜摆在台上的。挂在后面的，你就要考虑了。去参加他的活动，你就要考虑了，是不是他的论述是正确的？我们的论述是
100% 是正确的啊。哦，这个在复习了，啊，秘书长也讲过了，这个是台湾是透殖地。再来看一张，啊，看一张，这个就是高沙族的部落。日本为了实施皇民化，要把台湾全部都给他管辖。当时啊，清朝只是管辖这些而已啊，这些都是高沙的部落。日本花10年呢、啊，才慢慢的征服，啊，花10年，慢慢把它征服了，所以来实施，啊，才下诏书。4月1号啊，那么啊，昭和天皇下诏书啊，来实施啊宪法与台湾，那这样台湾就是成为不可分割的领土了。所以中华民国他要骗大家，4月1号不算啦，他是愚人节啦，大家清楚吗？有没有？还有说创造一个愚民节，就是在针对的4月1号都不算了、啊，这个日本啊，这个啊招式也不算了、啊。重点就在这边嘛，叫噶兰噶噶公4月1号是骗人节，所以骗人那一天呐、啊，那一天都怎么样都不算呢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日本就是的会计制度的啊，制度是4月1号啊，会计制度的开始，这个也要大家知道。日本的会计制度是4月1号到第二年的3月啊，31号，所以。他们实施那以前中共多说什么呀？台湾是不可分割的，现在他们都不敢讲了呢。台湾现在是他们的什么？啊，他现在只说啊，他们的啊啊，他们的啊核心利益啦啊乱。他自己再会创一些名词来啊讲哈，啊来大家看看，这边是什么？挂的是什么旗子？4个旗子嘛，啊，这个就是来接受投降哈，是4面旗子。当时候中华民国是代表盟军来接收而已啊。哦，这个也大家这个可能大家也可以知道这些。你看啊，我也是用大家思考了啦，这个都是美国国旗的，美国国旗的，上面是美国国旗嘛，啊，下面这个是什么？加勒比海啊啦，啊，这个挂的是什么？中国战旗呢？啊，这个都是在骗我们。这边还写的什么啊？光复台湾就没更小了，金价就没更小了。光光复台湾了、啊，台湾就不是他的。他说光复台湾了、啊，因为是安怎要让伊较好管了、啊。哦，你们都是战胜国的子民哦，回归了啊，那。DNA 检定啊，林玛丽一走出来，咱的 DNA 拢是啊原住民的血统，平埔族的嘛，大家都是平埔族的。我自己去看我的祖先，因为。我父亲我都叫奥多桑，我的妈妈就叫卡江，他叫我的名字叫做呼米亚，呼米亚
弄这样叫啊，奇怪，中国人，他说我是中国人，我也莫名其妙。我去看我的祖先那个，洪金安啊，大家知道洪金安啊是什么？把它拿出来看看，唐山族啦，怎么找不到有唐山妈？真正没有看到唐山妈了。他那边有两个是唐山族，啊，可能那时候在唐山过不去的罗汉卡，后来来台湾，气化嘛，那无事都老了呀，啊，真正就是这样。我的洪金安啊，我在这边讲的都是千真啊万确的事，我不会侮辱我自己的祖先。啊，我去找一找洪金安啊，提出来看他两个看，两个是写的是写唐山族哦，唐山族啊，找不到唐山妈了，啊，就跟林玛丽 DNA 的证实千真万确。年轻人啊，你要知道你的祖先是谁啊。不要被这些扭曲欺骗的，光复节就跟你骗了，我们都是中国人了，都跟你骗了，什么不跟你骗？要搞清楚哈。好了，大家看看，这个都是这样嘛哈，就是台湾的希望就寄托在各位的身上，因为美国有这样的判决了，台湾的希望都是在各位的身上，每一个人一定要尽一份力量，因为你们是革命先行者，革命先行者。如果年轻人要有投资报酬率的观念，来受信啊，来介绍你的亲友来，这个是你给他一份很好的福音，这个福音要传下去，这个大家很清楚嘛哈，这个我都不再啊说明了，就是这两张啊，就是这两张，什么都不要讲，看这两张就完全清楚了。美国占领，老板就住在这边的人，啊，就是日本天皇，所以我们会去啊，跟日本天皇啊。住宿就是有这个因素的存在啊，因素的存在啊，这有这个因素的存在，要进到皇宫里面去，一定要经过这个河，叫做二重桥。有人说啊，这个买的也可以买得到啊，你去买嘛，但是你就美国。有关单位交给我们的东西就很明确，这个都不能骗，这个都是啊真相。啊，第一次去我们也弄不清楚了，啊，美国的国旗也到靖国神社了，后来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国旗以前是跟我们战争的，他靖国神社都被这个旗子打死的呢，不要来了，那个旗子不要来了。想一想也对啊，美国是我们的敌人啊，所以第二次有没有这个旗子了？没有了啦，这个因为我们也不晓得啊，我们走一步啊
算一步嘛，所以有幸啊哈，我有幸两次都参加了，也很高兴，都不错，目标都有达到。为什么？给大家看，为何民政府的旗帜能够进入皇宫？大家思考这个问题。这个是第一年啊啊，这是第二年的。你看这个旗帜这么多，旗帜这么多。这样，哪一个国家的旗帜，哪一个旗帜可以进到皇宫？经过两道关卡，第一次检查，第二次检查，旗帜都不能带。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旗帜可以进去，大家应当为这个高兴，大家鼓掌一下，给日本的人民也知道，如果有在看我们的节目的话，我们台湾的人民就是日本的啊臣民啊，并不是日本的国民。我们到现在是日本的臣民，当然这个旗帜可以进到什么皇宫，其他的旗帜免谈了、那这个也要告诉有在看啊，我们这个啊本土台湾人，你也要为你自己高兴，你未来也是啊日本的啊臣民啊。因为时间上的因素啦，又没有时间，没有办法讲完。我是跟秘书长讲说啊，秘书长，要不然你就提早一点，我多讲一点。但是事实上还没有办法讲完，还有很多。但是这个就是2009年他就要去买了，所以奥巴马跟他讲，你要做一个大国，那你必须要考，你不要用人海战术了。啊，你要考虑这些问题了，所以说，啊，发表了以后，跟奥巴马谈话，发表了以后，他说生命是很重要的，啊，这个给他看，他说要来用买的，不要用打的啦。啊，这个也是为什么，啊，他现在他们是他们的核心利益啊，温家宝也不敢讲了，所以要告诉大家，这个是天真。的确，啊，时间上的因素了，我想我就到这个地方要结束。要拜托大家介绍你的亲友来受信，来领身份证。谢谢大家，再会。下课，请起立。起立。下课。啊，请把那个椅子，折起来放在桌子上，谢谢。啊，小等下先到一楼吼、哦，大门口遐翕相哦，一楼大门口先去翕相，翕了再去看行李吼、哦，谢谢。